最近双宋夫妇离婚新闻闹得沸沸扬扬，网友也不知是真是假。但是看宋慧乔和宋仲基都各自公开活动，心情也不错，应该不是真的了，毕竟是大家都十分看好的一对金童玉女。宋慧乔最新画报真是美出天际，身材更加纤细了，加上近来风靡娱乐圈的短发波波头，气质更加甜美恬静。宋慧乔从最初的蓝色生死恋就被大家所熟知，当时才20岁，满脸的胶原蛋白，清纯娇俏，之后的十几年每一部剧都能大火，并且都是男神级别，像宋承宪、玄彬、 Rain、 李秉宪等，连老公都是红极一时的宋仲基，名副其实的男神收割机。阔别影视剧2年的乔美，在新剧《男朋友》中以一头清爽的短发出现，意外的好看，这是什么神仙颜值。现年已经38的岁宋慧乔竟然嫩得像20岁，宋慧乔可以出一本保养全书了，看看乔妹是怎么可以越来越嫩越来越美的。宋慧乔也是娱乐圈为数不多人缘又好又没有什么负面消息的女明星，希望乔美颜值一直在线，可以给喜欢看韩剧的朋友们拍更多好看的剧。